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瑶的日常吃吃喝喝 Vlog。早上先来快速冲杯拿铁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呀。简单换个头。咱们去新买的零食到了，这个肉松看着好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啊！才拿到就迫不及待拆开尝。这个是香辣味的，里面还能看到这种红色的皮芽子，每一根麻花上都裹满了肉松。嗯，好舒服呀。还有一个红糖味的，太脆了，这个一脚崩得我脑瓜响。好正宗的红糖味。嘿，咪咪，走啦，咪咪。好漂亮的花花！今天中午来吃鸡公煲，等饭的过程中来开把游戏，输了，非常的下饭。你们吃鸡公煲里面喜欢加什么？我非常喜欢加泡面，它非常吸汁，就很好吃。来买点西瓜。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小朋友在吹泡泡。我好像在那个泡泡里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春天，好舒服呀！菠萝好爽，这碗怎么会甩？晚上来夜市吃个小烧烤，东北的烧烤种类很多，烧烤摊也很多，很香，随随便便一个基本都不会踩雷。吃完烧烤走夜路我都不怕。